秋季不懂，念念千家。哦，这才十人人的家，真好过，也真好记得，因为这段啊，我好爱他。你若要问我讲，咱做这个就是祈求佛法经来。那佛法经是这么长，到底佛法经的中心是哪多一段？一心的啊，我来跟你讲，就是这段见者亲定，自现虚妄，修己不动，别别清净。这段就是当初我来到大丹，你看没错，大丹通恰啊，这位王阔定，啊，这位王阔定的太太是一个真虔诚教徒。我常常在大丹的佛教联社在那教书，就是在大丹的马兰藤恰这个宿舍的台地，去到银行看到他的册记顶啊，就带着一挂书，我就看到一个花花散步，很吸引我，我就顺手给他提一本的《无论易经》来献，伊心真无奈，我哩一献开啊，这本给伊读落来，读到这段文的时阵啊，忽然间的安尼眼睛一亮，这应该是叫做心眼开启啦，这当中啊。真正感觉到讲很震撼我的心，我好爱他。从那迄个时阵，这十人字啊，永远拢伫我的头壳底。从安尼开始，我就一直心目中一直要想讲，我什么时阵才会当我去请到这部经本啊？一直到我出家了。透过了这位佛教中的人士，就从日本啊，甲我请这部《法华三宝经》回来。我咧甲诸位讲，我明清上古是以《法华经》为我做主者的中心，实在讲，我真正研究的是这部。无量寂静，因为一句呢，这是真正的社会，你一当做的，我一当做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人间菩萨，拢无有在咧讲啊心通变化的代志，不明的，都是很踏实的，这个人间的生活，菩萨都会珍惜。
1945年至1965年这段期间，出现一波战后婴儿潮，全球总数超过2亿人，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时代。他们掀起新时代浪潮，并在日后左右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流行趋势以及社会脉动。196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射了第一颗提供全球通讯网的卫星电星号进入轨道，全球人类通讯空间从此开始零距离。这一年，台湾电视公司正式开播，台湾自此进入电视媒体的传播时代。1961年2月，正言上人在修道法师的陪同下初次造访花莲挂单东靖寺，在此见到了牵引日后行止的重要人物。我怎么多来今年多好是那个三份公路多开通，在那个在我们华人东京市啊，那路车啊，就是在那中间啊，路好我辛苦压重，那当时那我也会出家啦，啊，就一个老菩萨很慈悲啦，一个老菩萨，啊，就去提一个金啊，大金啊，啊，就要我去开门哦，伊就足热心啊，就是把阮带去。那个靠老技术，啊，其实伊就是伫在东靖寺下面的，那是过一条路啦，啊，就安尼底下安尼行落来吼，到因家，啊，就介绍啊，啊，我吼是伫我离山吼，啊，师傅是德隆吼等等啦吼，啊，就把我牵起来啊，啊，就是关于一辈，关这个修道法师一辈嘛，吼。一破日文一修日文嘛，啊，然后呢，跟这个苦老居士呢，就好像划清啊，一种啊，因为真听闻啊，叫阮讲吼去挂因爸啦。啊，其实这个苦老居士的厝吼，跟一间进修的寺院同款啦，因为这位老人家很虔诚，对我所看到的这个人吼，我不虔诚。每早起拢三点外就起床，啊，伊咧上个经吼，拢是安尼从头到尾哦。啊，阮就伫伊个小佛堂嘛，啊，就逐工就是安尼，同款咱亲像咧过修行的生活，安尼。所以，只是伫迄个所在过了一段时间呢，了，迄个老和尚，就跟他过来跟我们聊天嘛，他们就一天就跟我说，我想哦，你台湾哦，有想要找一个会讲经的法师，啊，遐迄个佛教连声哦，比我好一位法师哦，伊要离开，啊，伊是外省人，爱讲话人拢听较无，所以伊要离开，他叫我讲哦，甲到处看有人无，啊无吼。是不是你若还无决定要去倒位吼？安尼，我给你这个电话，啊，我会甲伊讲，啊，这个人呢，伊会接你吼。啊，其实呢，我就接到这个物件，我嘛家己感觉到讲吼，我好喜好中，也唔知影，敢若听到底人的刀嘛袂见的吼。一听到讲每一个连社吼，还需要有人讲经。啊，所以阮就是讲好啊，去甲看一下，去甲看一下，真正是一位，嘛是老人啊，哎，已经出家啦。啊，我咧看当时实际是也无出家，代凡修行。啊，迄位是已经是出家的啦，啊，是家己是好朋友。啊，伊就先甲讲啊，啊，所以伊就看到阮两个交流，啊，足好个，足好有恁啦吼。我们在这个所在哈，心血放到较久嘞哈，啊，我们家哈真正需要，所以我们就对台湾完了停留一段真长的时间啦。
我会记得我还没完整的以前。啊，我初初含羞都发输出了吼，啊，就是流浪无地去啊，啊，就是去挂伫这个五告联社。啊，迄当阵吼，铜厂内底一个课长，即马就是台中迄个委员，我讲吼，我第一个地主，我还没出家吼，啊，就讲拜师傅啊嘛，吼，啊，即马是伫台中的委员啊，王世清吼。迄当阵，因老爸是这个铜厂的总务科长。啊，因妈妈呢是安尼一个虔诚佛教，啊，拢伫台东的佛教联社。啊，因本来就是佛教联社的做莲友。啊，因为修道法师伫遐讲经啊，吼，啊，当时电台我那甲我开一个吼，讲弥陀经在电台啊，吼，啊，我还未出家啦，吼，啊，就伫电台。啊，所以因这个铜厂家有一群的莲友吼，就很安尼真尊重。上人在台东佛教联社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许多见闻影响了日后修行的方向，特别是首次接触到日文法华三部，翻阅无量易经，深深受到震撼。这一本无量易经呢，老实说吼，在我那当中还够足少年嘛吼，啊实在是未晓写毛笔啦。啊，不过吼，迄个时阵吼，都无这本经呢。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买那个大藏经啊，吼，只是从日本呐、啊、三部经吼，啊，那是日文啊三部经内底有这个无量义经嘛，但是呢，它就是日文的迄个解说嘛，吼，那我就呢。一字一字哦，从日文的迄个解说吼，迄个内底的经文吼，安尼一字一字抄落来呢，这是我抄的字啦吼。那因呢，都甲我提起安尼做规本起来，字是无水，不过吼，总是一个纪念吼。这是伫咧我写字的时阵啦吼。那这那个时候呢，我在抄这个无量义经，我很震撼。感觉到，原来佛法就是在生活化，原来菩萨也在人间。我们假如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人间菩萨。2007年，日本立正角成会庭野会长前来台湾，为上人颁发和平奖。庭野会长的父亲曾经注解过日文版的《法华三部》，正是上人当年请到的版本。因缘应该也是在40多年前，那我在偶然的一个地点发现到了这一部呢《法华三部经》，所以呢。我看到了无量义经啊，这是日本啊。后来我又请到了令尊的这法华三部经哈，我就把他托人请回来，真的是用心去研读。虽然我对日文不是很能理解，但是呢，大概啦，这令尊的。庭野先生对《法华经》的解释，的确都非常的令我了解到，佛菩萨的精神原来是在人间，所以很期待，我们的佛法呢是用在日常生活中，但愿这就是人民的教育。无用的经呢，是来助济精神的精髓。这无量义经在咱台湾呢，过去是真正拢无呢。后来啊，因为我开始在咧讲无量义经，才慢慢开始讲哦，伫这个藏经内底有人去甲挑出来，啊，有人印出了版权印出来，过去是真正拢无呢。所以这无量义经啊，是咱助济的精神。法华经遐尼长啊，其实就是咧解释这个无量义经内面的真妙道理。所以
人讲啊，我怀旧是咱做这个精神，今仔日真坦白甲你讲一下，实在是无量义经是咱的精神的精髓。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在台东佛教联社的这段期间，上人也有了生平第一次打佛七的经历。这个佛教联社要求要打佛七，那就是我平生第一次，第一个所在，知影什么叫做佛七。修道法师甲我两个人伫遐领导着台东地区一挂佛教徒老菩萨，开始打起佛七来啦。我手提着木鱼，那随着大众啊，伫咧摇。我看这个妖魂呢，真正会乎人心啊起欢喜，会当将迄个杂念降服落来。看到人伫咧妖魂，实在是啊，会起欢喜心。不过呢，看到脚啦，安尼。参参差差，无整齐。迄当阵，我着家己内心安尼想：那会当人行得整齐，而且脚骨也会当通整齐，这样会当人骨再较调心，调得真正的整齐，一心量。迄当阵。我就讲，咱若会当正脚动坐起，倒脚动坐落，若会当步调统一，行起来呢，应该会较水。好，迄当阵啊，真侪老菩萨，伊讲，哪会着遐麻烦啊？人阮伫啥物时、啥物时拢毋免呢？当阵伫台东啊，足时行，因为主魂法师呢，常常去台东清觉寺啊，清觉寺嘛，我住过嘛。那么佛教联社，伊嘛要去，互人打佛七啦。伊拢讲。唔免啦，阮拢唔捌安尼过啊，人法师嘛拢唔捌安尼教过，安尼加用心的啦。实在伫迄个所在真无奈，我家己呢就想，有朝一日我应该呢也都爱安尼，不只是调心，爱调心，甚至爱调菩萨。因缘会合，我真正来到华莲，终于呢也成立了吉兰组织功德会。为着每年呀，也是3月2日，就是功德会也开头，为了每年。旧年啊，所以就接触会佛七。即嘛现在是家己的道场啦，家己的地主啦，我应该开始提起要求啦。所以从迄当阵开始，不断的提出，信心合一。随着佛号会起落，看到安尼规定，伫个妖魂，行伫后壁看，
除了那个步数的精致以外呢，看大家人走起啊，这个金角头当时呢，安尼一边，另外一边，好亲像呢，人伫咧爬龙船同款，真水啊，真精致，真热心啊，互咱的心呢，会当通真静。当时在莲社结识的许多居士，后来都加入慈济，成为台东最早的资深委员。我到莲社大的时候，那是父亲因妈妈因的哈，还是当中的郭煌老师，啊，这王硕龙因妈妈，那迄个时阵哦。因为真热心，啊，伫迄个广播电台，咱会开一个，迄个在天时讲讲话迄个，因就讲吼，叫我伫遐讲故事，啊，所以我伫佛教里下有一段时间，哈，那因为修道士讲经，啊，讲经人听较无，一般怎啊听经无啥话，啊，佫落去个故事就是我讲的。一年的台东呢，太平啊哈，没有那种的黄蜂梨，所以后来因为种那个毛红啊哈，那个时候没有种那一些，所以在台东呢，那个太阳啊出来一些，风啊吹了，就整个地方哦，那是灰阳。这个灰尘啊，加高就是沙子吧，但是那个时候不会说叫做沙子，啊，就是风沙哦，滚滚哦，哎，那个时候呢，这在长乐人哈，拢风包起来，嘿，拢包，哦啊，挂把夹，啊，骑摩托车，哇，这长乐人哪会遐尼能干呐？咱你当阵说过吼。查某人哪会晓骑摩托车啦？不会，那个时候都不会。但是家吼，大家人拢爱坐山啦，爱坐山，风沙很大嘛。啊，阮来的时吼，甲修道士都去到底迄个佛教莲社，啊，伊就一间迄个迄个，中道时若要休困，爱开网打，嗯，网打，嗯，咋？啊，你若钓一点金鸟，嗯，你。起来的时候，就一个人的形吼，就底下。哎呦，那是沙啊！啊，所以那个人就爱晃啊，整个包啦，整个包。啊，一直到太阳下山了，啊，风就停，海风就没有了。没有。那明啊，大刚都爱订啦，大刚都爱订。这一直到个明天再去透早吼，啊，我弄去海边啊去订，海边去订。啊！迄当阵去海边行，甲修道法师去海边行哈，去练声，好，去放声吼，啊，吼，底下迄个，嘿，把练丹田呐，吼，那，啊，就会伫迄个海波行吼，奇怪咧，啊，伫海波伫咧行吼，啊，都有微微啊风咧，但是呢，这个沙就不会飞起，这样。后来呢，我都有一天呐。我就蹲下来哈，去摸那个沙，吸吸，所以呢，刷的。后来我是在看这个《无量易经》的时候，看到这一段，立体，就是说很微细的这个裸珠，这个裸珠你根本看不到，一夜间你都看不到裸珠，但是呢，存在，啊，它。的润湿啦，润湿这个大地哈，滋润这个大地哈，让它湿湿的哈，我们都不知觉。这种的无形的路，能对我们人有这么大的帮助。好，所以我就会常常想，人在福中不知福，好，就有这样的你看不到
感觉不到的，是真幸福的。台湾的环境哦，跟华人是差有够济。台湾去当阵啊，日头若出吼，咱就起来。这感觉讲，我这台湾这耐些安心入边的地方呢吼，所以后来又是我伫迄个所在辗转，反正呢，啊，来到这的时阵就感觉就讲吼，咱讲出去的心愿也未完嘛，还未了，那就是刚经嘛。啊，所以呢，就多等一下，就托老技师讲啊。啊，因为新读书迄当阵做迄个太老过过，啊，就是发病嘛。啊，我讲讲起来，那就是发烧嘛，吼。我就甲伊讲讲，啊，你都好冤嘛，啊，然后起来再去啊，吼，家乡的开路英雄吼，啊，来去讲经。往地中间吼，迄、个对外出这个安尼讲啊，都靠靠嘛一下就破起来。台东国倒转来的时吼，就咧翻这个口岸，就去翻这个口岸。啊，咧翻这个口岸的时，那就感觉就讲，迄时看老技师就讲，伊讲吼，啊，你伫遐咧讲经，不是真正咧讲互啥人听嘛？长春词要去，啊，那个所在是在讲何啥？长春词就是在闽南语，那是在讲何啥人听？所以呢，后来就是去个上一个地中间了，啊，那讲何啥人听？多顿来一时，啊，柯老技师就讲吼，那地中庙吼，啊，多温多气候啦吼，啊，需要开工。好，啊，伊就要去嘛，啊，就招阮讲吼，啊，你是毋是吼，同齐来去，吼，啊，同齐去，去的时候，看到这迄个所在，啊，就有遐地藏菩萨，啊，就等于落神啦，伊就讲开光啦，等于神，啊，就对伊都要上敬敬下，感觉嘛，因为这个所在我哪会遐尼熟啊，好像曾经来过，就想着讲梦中。这位柯老技师呢，因花莲啊有一群伫咧做生意的人，啊那会伫过十年前，唔知虾米因缘呐，啊那会安尼陆陆续续吼，那真济人啊都会忘记讲哦，有一尊地藏菩萨，因若有困难的时，啊都会出现伫因的面前，啊忘记呢，啊都开始。吹啊吹啊，就是吹到迄尊地藏菩萨。啊，第一个所在有求必应吼。一个古早古早吼，唔知什么原因啊，不正经的，在迄个乌山地的所在吼，啊，一天的时间哦，啊，传染病啦，那是我听的故事吼，啊，就是安尼。面顶食会晕倒啦，人叫做讲植物树，迄当初是真时代啊。日本人伫迄个所在啊，山地啊，都开一个迄个黄金座山吼，就是讲哦，这个地藏吼，地藏，迄个地方还有这个地藏来保庇吼。那就是讲用地藏菩萨吧，伫迄个所在坐镇嘛。这个山地自然就会平安，所以那是日本时代啦。那迄个时阵，日本人呢，想大家人在咧化病传染，迄个时就转甲大家人讲，大家人爱信仰地藏菩萨，所以做一尊的地藏菩萨呢，像江大春啊，就是露天。大家人拢会来拜呢，
这是一当中我比较了听过的话。普明寺地藏菩萨的由来，经后人考证的结果，是于1922年间，当时在北浦农场工作的日本人家村中吾，与朋友一同把故乡日本的惠门山地藏王菩萨请到花莲寺奉。一开始盖木屋供于家东树下，二次大战时寺庙被毁，才变成露天的。1960年，许聪明老居士与地方人士集资重建，视为今日的普明寺。啊，一日时代过了后，过火啦，过火了后，啊，就真侪外来的宗教啦，啊，就来迄个所在布道，啊，所以呢，慢慢嘛。山顶高山族的人，就慢慢的顿修了基督教徒啦、天主教徒啦，啊，或者是中国教啦，所以山顶呢，都起真侪教堂，无同的教堂吼。啊，因为教堂来啊，你当初大家人拢较少嘛，那有教堂来啊，都有米粉啦，有古山啦。有无缘分顶着，所以呢，就规个山地呢，拢变成了外来的宗教，这是伫功夫后哦。这地藏菩萨伫迄个所在呢，变成了敢若一个金光呀，到啊经过真侪年了后啦，啊就是我离开花莲吼，啊啊地到花莲，啊就是这段时间啦。就是听有讲吼，即真侪人拢会忘记地藏菩萨，啊，若心内有啥物代志去求吼，啊，就会当能平安度过吼。所以一段时间的真侪心理人感觉讲，爱来回报吼，爱来答谢，伊有求就爱来答谢，啊，要来答谢呢，用啥物答谢？因为伊是露天嘛。啊，所以靠从恁老技术呢，伊真虔诚信佛嘛，伊就讲吼，啊，咱就卖予地藏菩萨吹风塔子，所以咱呢就来家起一间厝，家遮起来，安尼就袂吹风塔子啦。所以，逐个人捡钱乐观嘛，安尼。就甲这个地藏菩萨迄个位置原在吼，啊，怎呢？伊个安尼个起一间厝，安尼起来，所以一间厝就是现在呢，诶，普贤寺地藏菩萨吼，也叫做普贤寺啦。可能技术呢，就讲伊要去度神啊，招魂去吼，啊，就伊啊念一撮经，啊，就开始呢，啊，安尼就算度神啊。所以，迄个普贤寺度神呢，是我甲修道士啊，个苦恼技术参加一群，就教导安尼开始。啊，唔知因缘这么殊胜吼，啊，搁再绕来一大圈啊，搁倒转来吼，那这流浪的代志实在是吼，很奇妙啊。就这样的因缘，所以呢，就到了后面的地藏庙里。到了这个地方呢，突然之间呢、啊，哦，我吓了一跳。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啊，怎么这么熟悉啊？真的，我都是曾经有来过。那寺内底呢，大势啦，还有那一尊菩萨哈、哦，这都是很熟悉。连他的门，一个中间的大门，两边的小门，小小的门，都是呢一模一样的。那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都是一件最奇怪的代志呀。哦，慢慢的回顾，慢慢的去想啊。哦，想到了，还没有翘家之前呐、啊，因为呢母亲的一场病啊。让我来发愿呐、啊，就是呢，发愿受洗啊，奉愿呢，
真的要，反正那个时候很天真啦，哈，还要去会修啦，顶顶啦，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花愿呐，投人间呐，三天连续哦，总是梦那这样的境界，就是呢，在这样的空间里，一模一样的空间里，在那个小门的旁边呐，啊，一个地下层，母亲就是躺在那里。啊，我底下的香油啊，哦，那突然之间呐，就是有几粒粉呐，啊，这个白云呐，啊，那慢慢的接近来，这个白云呐，啊，就慢慢的淡薄掉了啦。中间呢，就是一位呢，全身白纱的一位很庄严的女人。我又不得自己了，也是跪下去了，跪下伸手，他手中呢，葫芦喉咙，哦，那就是倒下了两颗药丸，那我就捧着这样的药丸呐，啊，很谨慎的哦，就赶快呢，又是走到了一行路前，哦，就把药罐打开啊，把这两颗药放下去，再回转身来呢，已经不见了。那就这样的动作啊，那样的药啊，好像呢就给了母亲喝了，就这样醒过来。不是一天，三个夜晚呢，都是同一个点，同个动作，境界呢都如我们的摄影机把它摄下来，那一放再放啊，同时都是一样的，所以让我的心啊一直一直都好像这个东西吼，哦，铭刻在我的内心的记忆的内底。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所看到的这样的境界，而且呢那一天呢，啊，是来开光的，意思就是说，这多起起来念念都是新的啊。按照道理来说呢，我梦见的时候，这时候在要不，我一直都说，我们人要有正信。尽管我要如何去解说正信呐，啊，可是呢，我自己也解不开呢。为什么？他我梦到的时阵，应该这个所在也未去。那一去后呢，想到跟我梦境呢，怎么那么的像啊？像的呢，毫厘都没有差。这都是哦，我到现在啦，还不敢去进一步过去分析。虽然有这样的曾经有过的故事，但是呢，我现在还不敢分析呢。那是为什么？哎，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我自己想，我应该不要再到处逃了啦。因为呢，我还是逃出来的嘛。我曾经走过台东啊，曾经呢，也就走到了一个底部啊，哈，都是躲，在躲着哦，怕人惊红俩瞪起呀。那所以呢，这种的出家呢，那经过了很多的坎坷事啦，哈，那在那一段时间感觉到说，我不应该再流浪，花时间在其他的地方，我的因缘应该是在这里，哈，所以呢，就决定定居在花莲。在那个中间哦，后来第一跟你上经了后，开工了后，啊，就得过多天，过老几时吼。你在那个所在就安心，想讲吼，既然长青池要攻坚，无人会去听哦。那个白天呐，有人车来，哇，一个就走啊吼，啊，暗时呐，人听。所以再去想讲吼，啊，我都在家，在中央家。
啊，但是地藏庙这样的礼当中，去到遐在咱精舍吼，要来地藏庙遮吼，中间有一条细条狗啊，啊，迄个细条狗啊呢，跨过这个细条狗啊叫做家门，吼，啊，咱这个精舍遮叫做。宽度吼，较早叫做农场吼，啊，就是敢若宽一个狗啊。但是呢，你宽过这个狗啊呢，大爱有你的入山者。所以吼，也无方便啦。那讲予遐原住民，原住民拢信基督耶稣啊，吼，所以嘛袂用的。后来靠了技术了啊。这个农场吼是伫个内底，路的对面吼，迄个叫做农场吼，迄才是真正。村民拢住伫遐，就去看一下。哦，啊，这吼咱真侪的迄个集资伫迄个所在。然后安尼咱伫遐，地藏经你讲三家，那个靠老居士就将个心伫迄个王爷公庙。王爷公庙的庙前遐吼，就去搭一个台啊，像人迄个也也戏台咁款是吼，啊去搭一个台啊，遐，啊就开始讲吼，要去讲经，结果吼黄昏啊，要讲经是暗时，啊黄昏啊吼，开始对路人安尼行入吼，哇，那系啊，安尼系，家家户户拢伫咧搞鱼网啊。在咧搬鱼人啊，吼、哦！在搬鱼人啊，在咧想讲哦，啊，这种土派的啊，是啊，吼！啊，这那讲地藏经，啊，是啊，是啊，就真侪因果啊，吼！啊，因果报应啊，啊，这啊嘛，这啊嘛，这个都爱红拍出来啊！所以吼、哦，开始入去哦，啊，我得哪行到哪个，这个修道师讲哦。安尼咧，安尼怎啊？啊，无都合理咯，吼！啊，当这人要讲故事，我合理啊。啊，所以老师我问一开头，啊，别故事我讲。所以吼，三更的时间哦，吼，啊，就是出家人开头，啊，就一个头红灯红的一个青少年，就伫迄个所在开始讲的。这个是因缘，伫迄个所在开始讲。地藏经吼，那所以呢，会去想着讲吼，我若要叫人受持，会去想着去当中，一入这个钟头，人拢是伫咧捕鱼啦，就是伫咧掠鱼。那你伫咧掠鱼的人吼，你若甲伊讲一寡讲吼，即个杀生啦吼，那食诶即个代志吼，就无法度。去大人反而呢，咱造成了咱的心不安。我甲大家人讲，咱这个时阵是时阵已经到啊，会当好向大家人呢来宣导讲啊，来说是。古早我唔敢吼，唔敢讲安尼啊。主席，你若要做主席，大家人吼都爱说是，因为呢时机也未到。虽然啊有这个道理呢存在。我要甲这个人讲的，但是这唔对是。我若甲你讲，可能呢，你有心啊，不过呢，恁家的人唔去，好、哦，那实在是呢，这你有心，恁家的人去，不过家己会感觉到讲，啊，我刚刚要为宗教安尼，为着要信一个宗教，我都爱受信嘛。啊，恁无了解讲受信的意义是啥物，哦啊，迄个时阵嘛讲吼，你若说生活会安怎安怎，只个你造成予大家人一个新的风气，啊收袂掉，啊新风气，啊就要去吃，啊吃着心袂安，啊那是真麻烦呐。所以讲起来呢，起码这个时阵是时阵，吼、哦，因为咱真侪，啊舒服甲大家人隔离过，吼、哦，甲咱安尼一直做过啊。这个因缘拢修就啊，那实际人呢，对师父讲的话就是笃定，吼、哦，对师父轻轻讲，大家人都是放心听嘛，吼、哦，啊，大家人愿意接受，这个是时候到了啦，时候。
不就是死后吗？真是一生宿命诡异的方向。闻到了莲花，梦见了花。深深深